有什么都冲我来，与他无关。喂，搁外边呢，咱别闹好不好？好。棒。36.5度。喂，玩够了没啊？别在外面给我丢人了。小师傅，你特喝点。哦哦。你怎么也是金子家我一个人？没有你，就来帮我看雪、看星星、看月亮，都是你的福，让大海散散雪。都是你，有本事把我也杀了吧！不关我事啊！唉。36.7度，差不多了吧？要赶不上免费斋饭了。走吧。唉，真是麻烦。请不要对着柠檬测温。要不我来？嗯，不要。过年的烟花要亲手点燃才有意义。唉，这样你就不用害怕了。男朋友生气该怎么哄？一，跟他摆事实讲道理。阿斯，别生气了。哼，你看啊，你这样生气肯定得气坏身子，闹个病根，过几年再来个英年早逝。而我呢，正值花容月貌，难免得另择佳偶。你看你这一生气，不仅终结了咱俩的感情，还顺手把我推向了别人的怀抱，多亏呀。帮他理清逻辑，这件事是不是我错了？当然。那我错了，你生什么气嘞？不对啊，你做错了，我为什么不能生气？但是我都道歉了呀，你还生什么气？我道歉了，你还生气，是不是你的错？跟我道歉。对，对不起。三，让他领悟事情的严重性。阿斯，别生气了。哼，你再生气。我可生气了。